行渠务处推卸责任。假人假事假报告，假人假事假报告。人和善天灾，天理何在？人和善天灾，天理何在？赵家园垃圾工程毁我家园，不赔偿不罢休，不赔偿不罢休。掩耳盗铃闭门造车，掩耳盗铃闭门造车。工程失误灾难前村，工程失误灾难前村。三人共享收视率不高。铁证如山，铁证如山，讨回公道，讨回公道，不罢休，不罢休，草菅人命，草菅人命，推卸责任，推卸责任，渠务处监管不力，渠务处监管不力，自流反流，借天杀人，借天杀人，铁证如山，铁证如山。好多時有關啲意外同埋問題咧，即係中層嗰啲咧，特別負責嗰啲咧，好多時就係隱瞞啊、誤報啊，或者係扭曲。咁有時上層咧都未必知道嘅。咁我哋正式去發還之前咧，都俾多次機會渠務處，係嘛？你肯賠嘅，咁就避免咗個法律訴訟啊，同埋肯承擔責任嘅，咁啊，大家就無需喺法庭嗰度咧勞師動眾啊，同埋要。即係要動用即係巨款咧，進行嗰個法律程序。咁所以我哋會作最後嘅努力。咁我哋希望喺即係兩個禮拜內咧，就同渠務處長咧會正式開會。咁到時咧就希望渠務處咧有一個較為正式同埋合理嘅解釋同埋呢個嘅答覆。咁到時我再同傳媒咧再交代有關嘅進展。有冇啲村民想講幾句嘢？咁如果冇咧，就多謝各位新聞界朋友。咁如果要訪問嘅，可以同啲咁如果要約去村睇嘅咧，阿黃生同埋阿林蛋同埋村長咧，都好願意帶你哋去睇嘅。啊，咁你哋想約時間可以同佢哋約又得，約埋一齊又得。啊 ，OK， 咁你哋可以個別做訪問，我哋俾少少時間大家。磋商咗一年嘅啦，不過咧俾佢哋玩咗一年都冇結果， okay. 到依家今時今日。他知道我哋揾咗大舊幫手咧，咁二十號約我哋開會，但當中佢哋都毫無誠意嘅，亦開咗啦。開咗。佢想係啦，
咁同埋講當之前咧，佢一直都同我哋講話等死因有份報告出咗，然之後就同我哋獨立傾嘅。但到今時今日，佢又唔承諾過呢樣嘢，約咗佢幾個月都冇採過我哋咯嚇。一著咧，承建商定渠務處？渠務處同埋承建商一齊，基本上都係一間齊你見我哋咧，同渠務處啊、超興啊、嗰間 A 琴啊，即係監管公司啊，前前後後開咗超過十次嘅會，不過都冇結果咯。佢一直都係用拖延嘅政策去對付我哋咯。